这回没咋地儿哈，这回没咋地。刚开始打包的时候都没录啊，怕又坏。嗯，这个属于啥材质呢？咱也整不明白这是啥材质。某种合成的塑料类型的吧。这是啊。嗯，你这些扣咋安的这玩意儿？这些玩意儿。有那啥，这图。乱麻七糟的。他这图也挺复杂的。还行。够你们爷俩整啊，这家似的。我看看，我研究研究它。好好研究研究。这不是又买个鞋架吗？跟原来买那个是那个木头板那个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吗？你看，这个角也是这么个角，两个对一块儿，看耳朵整的。我怕这玩意儿能扛使吗？能，四十装鞋不动它。就四十，这个，它这个板有大有小，啊、那是底板。你买这几层的？三层还是两层的？哪是好几层的，陆续层的。我怕这样不牢稳啊，往那搁一搁一固定就好了，这的。啊，然后找个45的，这么这一个这样的。啊，45的了。这不对，这45的，这个是45的。啊。瞅瞅面儿。画完不从外边吗？对，画完从外边。这样。嗯。啊。嗯。这样。来一个。这个从里边都行了，这样。妈地吧。对。这中间也是45的，是吧？对，都是45的。就底板是40的。对。对，还是我是聪明啊。对，然后这个玩意儿是这样的，这个这样，怎么一摁？对，竖过来。横竖还不知道呢。我看看嘛，这不是，我这不先研究吗？研究。这咋靠的？我感觉这个不如上一个买的那个。结实，但是上一个那个碎了呀。它不如那个牢固，但是那个坏呀。嗯、这个行，这往上一搁也不蹭，它坏不了。嗯，我觉得也是。简单，好整。来，会了就好整了。面儿，嗯，它这个玩意儿不是挂门的，门是这个格，然后这么。就它俩一固定的。然后这个是这么晃的。这个格、啊，然后下边这个再一个格，那这地方都得搁呗。对，搁那个白的呢。对，白的都得搁。这都得搁。这白坑，妈！咋整的？好按，我要感冒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哎呀，这家伙真紧实。哎呀，紧才能结实呢。哎呀！太费劲了。我儿子又找出来一个零件儿，这玩意儿干啥呢？看看吧，研究吧。嗯，这么的是对的是吧？搁他这么的是对的。对，它是对的。那他是干什么的呢？这玩意儿肯定是都有用。你俩先整着。嗯呐。我要去做点饭吃，咱们啊。嗯呐。学两个土豆，今天要把还有两袋那个金饼吃它。他们爷俩在屋装那个鞋柜的。这样啊，这得先对这边，这边、啊、对。说着，这位可够了。今天没下雨，早上也没下，还挺好。要不然老下雨下的都可潮了，屋里头。都这么高了，你们爷俩？对呀、啊，必然的。这不也快吗？快。找着门道了，快！咋还锤上了呢？啊？咋还锤上了呢？锤上？嗯，必须得锤呀、啊！给你发小锤，你能锤的吗？封顶了这是啊？搁板这是？还能再加一层上面？还能再加呀？如果材料够的话。靠沿，挑是管靠沿的啊。哦，这个是吗？嗯，对。这样。这就完事儿。对。一个手拿都费劲，咋活我？我听你们爷俩在这块说啥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的。啊。
说啥不对劲儿的？它这个头，它有到不了头啊，这块看到吗？到不了头，有地方到不了头。我爸掐这块，哎，这块出来了，掐这块，这块又出来了。啊，那可能是留给留点误差，有点什么操作空间之类的，不知道。行，这样玩了，过这样吧。那个挺好吗？最后一层。啊，最后一层了。对。这咋又上钱的了呢？啊，轻啊，夹板轻。小钢盆吧。啊、这是隔板了。哎呀妈！这玩意儿得撞一勾，不行这玩意儿。这么，对，这么扒开的。就这么一挂，确实是简易的鞋柜，还挺好看的，整不上。还行。上园子嘎两根韭菜，炒土豆丝儿。我家这个小花跟我大嫂那块是一样的，她那不都是开花了吗？我们这个也快了，刚要往出长，这个秧长得挺大的，还韭菜出花了，这是上回没嘎下去的，在那个帐子里头，这个也出了。这些韭菜这么一大垄，我家这点韭菜是小细韭菜，再来一溜，好了，不放太多。现在找绿黄瓜、嫩黄瓜不多了，都老了。没有啥嫩的了，这个还，这个还行，算嫩的吧。这个背面都装上了，这是前面，这前面就是，这是前面门儿啊，就这么的。嗯。但有个这个不知道是干啥用的，完一会儿给我发视频，完我看它是干啥使的。啊。这个我儿子没研究明白它是往哪掐。咋样吗？我说咋样？这咋样？挺好的。这比那木头板儿强。反正又有睡呢，哈哈哈哈哈！咋的？华家下了一下雨儿，我妈在屋，我刚才摘完菜进屋还没下雨呢，我妈一转头一看，这毛虫浇上了，没咋地儿，没事儿。包上晾着，我晾干再拿回去。这点雨儿，薅颗这个大葱，摘的这个可半斤儿。靠这个吃啊，这一颗就够了，瞅瞅这么大一颗，研究明白了，这个是这么整的，好像是不是啊、哎、就这么一塞，它是这么的，哎完了开门用的，对，这么拿啊就这个啊，行，这完成了、啊、整体都完成了，整个把那白面从这边的，知道，就往这一高，哎呀，正好，就往这一放，正好，靠后边呢，对，靠后边了，对，妥了，完事儿，这回板着了，这回待会儿我就把这鞋全倒腾搁这里，挺好是不是？啊，挺好，这家是，终于又成功一样哈，又成功一样，啊，开炒土豆丝儿了，土豆丝儿啊。这锅是新买的那个吗？啊，练完了之后还没那啥呢，没用过呢，还没用过。呀，搁点韭菜炒啊？搁点韭菜。行。搁点盐，搁点七分香，下韭菜了。多了，韭菜炒土豆丝儿，妥了，走，上菜。这个是葱丝儿、黄瓜丝儿。哎呀呀，他把你小片粘住了，粘身热呀。对，它粘身热呢。嗯呐，我都想吃饭之前洗个澡，吃完后又洗个澡。半年洗澡，上回洗澡。孩子热的不行了，这家是。
出汗出透了，已经半截袖。朋友们好，今天这爷俩又干个大工程啊！小工程，整点这煎饼，还有两袋肉都蒸上了，放点土豆丝儿，整点葱丝儿、黄瓜丝儿的。中将，嗯，来，一娟，整挺好。来，开饭。行，你慢会儿。我给你卷，我也不卷。净做的。你也不卷呢？我卷，你卷你的呗。我一吃就是你妈炒的。咋的？没事，你妈炒。土豆丝你俩炒的厉害，是吧？他说是我炒的，没说是你炒的。是不是你炒的？不是妈炒的。就是妈炒的。谁炒的咋的？谁知道的？有啥妈妈味儿啊？那嘴成刁了。说谁呢？整点黄瓜丝儿，哎妈，土豆丝儿喝多了。妈炒的土豆丝就是拿点葱丝，这土豆丝上有嘎巴。那玩意就会回来，他妈给做好吃，你别不做好吃，你就会做面片。嗯，就吃面片，就吃他妈做的面片。嗯。就是这玩意香。哎，你这咋卷的？你咋半包弄的？你呢？你那也行。我儿子一个造进去了。嗯，小饼啊。两口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我这和头几年一口一个。你再搞两个。我又搁两个。两张全是饼味儿。嗯。我妈也造门一个了。这小饼吃的不快。嗯、你没搁葱啥的？嗯，你没搁。黄瓜丝，你给我支上了那了？支上了。啥呀？果蔬不是那个叉子都折了。折的。嗯，不搁酱了吗？不搁，那酱在外呢。啊啊啊！昨儿棍子找回来了，又找那布条子好绑弄，没够着。没够着。今天阵雨啊。阵雨的，那咱俩又有点雨。咋的？你们都不吃了？完事儿了。我快吃饱了，卷好饿了。一盘土豆丝，全吃了。对，一盘子都上尖了。你还来干吗？我还来一点。哎妈，这喝点葱。那我仨看你吃。看我干啥？都不好意思吃。我吃饱，我。你也吃吧。这外面这小鸡咋这么叫唤呢？小蛋子，这公鸡吗？玩笑。这么叫唤是公鸡？对。嗯。公鸡它老不下蛋了。公鸡这么叫是在招呼母鸡。一到处伏天就吵。嗯。立秋的立秋的后就好。嗯。快点晾晾被，这家人拿不出去呀。嗯，对。拿出一会儿一杆一会儿一杆的。嗯。你看现在这外面的天都这空气一刮都潮乎的吗？潮乎的。土豆丝儿剩这点儿，你干啥子？饼也没吃啊，饼也整多饼又搁起来，到时候再去炒土豆还得卷。我做饭就是怕不够吃，一整就往多了整。不够吃不行，咱四个能吃多少？有仨在这瞅我吃的好着急。嗯，这啥急？我吃来了。我来了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他们这仨人都等我半天了，我这才吃完。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再见。